不同反响规则，队员需要按照要求唱出符合主题的歌曲，或者回答出符合逻辑的问题。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？才能将炸弹传给下一个人，最终炸弹爆炸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上炸弹。完了，还会爆啊？会爆炸？真的？是深水炸弹吗？哇，这么大！真的会爆啊？这个一旦爆炸，用三个字来形容，结果就是稀巴烂。是他还是我们？是脸还是什么呀？不好说。面目全非。这轮的要求是，请唱出和黑色有关的歌曲。开始。啊，黑色，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哥，炸弹已经启动了。啊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那是哎呦哥，那是哎呦。哎呦嘿，哪有嘿呦啊？那是哎呦，哎呦哥，嘿呦嘿嘿嘿呦嘿。哎对对对，哪怕上到水啊，嘿嘿嘿，等不到天黑。好，可以。呀呼嘿嘿，一不小心我都是动词啊。黑头发飘起来，飘起来啊，来啊。一件黑色毛衣。玛丽。哎呀。蚂蚁，这是个什么呀？榴莲呀！蚂蚁，蚂蚁呀嘿，蚂蚁呀嘿，黑头发，黑眼睛，黄皮肤。啊，黑猪有这么一歌吗？这样也算怪的歌。You make me cry 啊，英文也黑啊，英文也是黑啊。你这是没怎么唱出来。哎呀，哎呦，头顶开花是吧？哦哦哦哦哦，跟弄的跟家里也跟那个毛坯房似的啊，太棒了。请准备啊，黑的歌都唱得差不多了，基本都掏空了。哎，这轮白还是黑的歌，开始。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啊。同学们试着招啊，红黑黑哦。啊啊啊！黑猫警长。啊啊！这观众想的不算你想的。嗯。嘿。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。没有这歌，没有这歌。哎呦，我现场写歌，你是才子。怎么是我自己写的？真没听过这个歌。听没听过？听过。有听过吗？不知道。这你吓人孩子干嘛？大张伟，你没听过这首歌？你这么着，你说出歌名来，我就服你。你把歌名说出来。我干嘛说歌名啊？那你唱的是什么歌啊？我真不记歌名，但这首歌绝对有。你重新唱一遍。嘿。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，嘿，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，记得吧？绝对的。行，那就回传吧，传吧。来来，艾伦拿着吧。唱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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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等我？嘿。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刚才不是这是他的歌，这是他现写的歌。这可是现写的了啊！你们一人写一句啊。嘿，嘿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黑什么呀？黑什么呀？黑什么呀？你好黑，你好黑，你好黑，嘿嘿嘿嘿。有这歌吗？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哎，瞎写不行，不是中了毒的人是不是发黑？对，中毒的人就黑了。那你要这么说啊，那来来来写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大老师您拿着。我接着他好。刚才说只要跟 K 九关系就行，是不是？
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眼球都是黑的，这也行，头发也是黑的。大老师，这是硬熬啊！来接缸。那个，黑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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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不错，黑呀，黑呀。我，嘿。嘿巴扎嘿，嘿巴扎嘿，对，巴扎嘿，巴扎嘿，巴扎嘿，啊，那个，嘿，呼呼哈嘿，快使用上句话，哼哼哈嘿，快使用上句话，好，哼哼哈嘿，哥，什么嘿跟嘿什么东西？然后打快枪，动，潘美豆啊，嘿，潘美豆啊，不可以重复，不同句，不可以重复，同一首歌，不同的句，不同句是唱下一句嘛？啊，燕儿呀，嘿，燕儿呀，不同句，嘿呦嘿，嘿呦嘿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什么？嘿呦嘿啥？嘿呦嘿啥？什么？嘿呦嘿是什么？嘿呦嘿，什么？什么？不可以，没过。不，我不会唱那后面那一句。你唱的是哪首啊？穿上大头皮鞋，嘿呦嘿，什么什么的。这是什么？穿什么嘿呦嘿啊？全是那些语气助词。什么、啊？哥，什么呀？这炸我！哥跟你了。不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有没有那歌啊？有。快传，马上接近爆炸了。全是那些语气助词。哎嘿呦呦嘿呦嘿嘿，哎嘿呀也嘿。那个唱过了，唱过歌什么？过了什么？嘿，唱过歌了。快点拍好，还没到，继续。还没到，继续。吓死我！哎呀妈，紧张死我了！哎，我吓死我！谁输了呀？算是你输了，你输了，在你手里的，在你手里抱的呀？那你们不接啊？敢沾发型亮油黑哦，对，哎，哦，天黑黑呀！哎呀，对，请双方派人出战。我可不会唱啊，没事儿，我挨着茂哥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先多琢磨琢磨，带白的，带白的，刚才是黑啊，是白吗？请听要求，这轮首先第一个要求，炸弹必须抱在胸口，第二个要求，歌曲必须带叠词。举个例子，蓝蓝的天空，蓝蓝算是叠词。叠啊叠啊！炸弹传递，开始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。好，可以。好没有？哈哈哈！哈，这算了，算了。不是叠字儿，叠字儿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哎，老师，我帮你呢。我，你也开始创作歌曲了，太棒了！来这都是原创艺人啊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好的。那个。甜蜜蜜，好嘞，太棒了。着什么急啊？等会儿啊，我想想啊。炸死他！有歌有，哎呀，月亮弯弯，那好。月儿弯弯，哎，就一个歌，哎，对。你这是月亮，我这是月儿。来了，到沙溢了。天天想你，对，天天想你，行。石曼老师，
这是拿还是不拿呀、啊，猫哥？猫哥，您倒是抱一个呀，您抱着呀，传过来了。我以为炸了呢，到我这是最难的了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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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爱的爸爸。好的，回到沙溢那儿了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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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爱的妈妈。还在拖时间。好，给沙溢。跑马溜溜的沙溜溜啊，妈妈，什么？溜溜溜溜溜，什么歌？啦啦啦啦啦啦！你把第二句唱出来，把第二句唱。啦啦啦！啊，那个什么，我知道那个歌，是吧？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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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辣子之歌。就这个 feel 电电音也不可以，这也不行啊！啊，来抱胸口，抱胸口，抱胸口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。好的，哎呦，小龙。那要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抱胸口啊！来，你唱，没准我给你抱着。来，你唱，没准我给你抱着。我操，这真棒啊！你我关键时刻，你听老师你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你帮着男的，人家是前辈，怎么回事儿？好，你听老师，我尽快让他离开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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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没有叠字儿，没有叠字儿。等会儿，咯叽咯叽，重复的在哪儿呢？咯叽咯叽咯叽咯。不行，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。对对，这才行。你就说咯叽咯叽，哪有咯咯叽叽跟叽叽咯咯？没有，咯叽都岔开了。这就是两个字叠在一起的。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，对对，这才行。我能替你老师唱一个吗？来，咱们再研究一下啊。咯叽咯叽叽叽咯咯叽叽咯咯。你瞧，又回来了。哥哥，你打单啊。妹妹，你的单子往前走。对 ，OK OK， 好，算了，到花花了。这炸弹真太厉害了，这炸弹。熬夜。换人了啊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炸弹拷问环节。可以问任意一个人一个问题，然后把炸弹递到他手里。到倪萍老师之后呢，可以开始随机传递炸弹了。我师哥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好了，开始了，炸弹启动。你那个家里藏的3块钱在哪？藏什么？不是，这你说了3个东西。三块钱。家里藏钱藏哪3个地方？啊，3个地方的。那你藏。你在家里，你的私房钱藏在哪3个地方？嗯，你先报了。请回答。暖气片后边。真藏啊？你家还有暖气片呢？床单下边。床单也不换。暖气片也没罩。然后，鞋垫下边。吴可，翻起来啊！翻起来。好，小童最喜欢的3个男演员是谁？请回答。我，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对，这不都在这儿。是唐老师，沙溢老师和赵忠祥老师。对对对。那我问大老师，你认为中国前3的音乐鬼才都是谁？鬼才啊！哎，非得谢两夸是不是？非得现场夸，行，大张伟，那，大张伟，妹妹，华晨宇，那肯定的，对不对？还得再说一个，随便说一个，鹿晗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赵老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
说文雅一点。当然当然，我问您一个特别高端的问题啊，说您最喜欢的俄罗斯的三个演员，演员的名字是什么？俄罗斯人是吧？啊，贝列夫，你要有老是是渊博，这个有，还有呢？有那个邦达丘，斯特里斯丹，你要有，对对对，来，赶紧问文尼平老师一个问题，您最喜欢的三个相声演员吧？我跟你说，三个相声演员，侯宝林老先生，马季先生，冯巩和。那个，你别冯巩够了，仨够了，这底下愿意递谁递谁了啊？递给他们红队的沈腾。哎，你最喜欢的三个女人是谁？倪萍姐姐，不可能，比你岁数小的，而且你是真跟她好的，你喜欢她的。倪萍老师，你这不是要给狗仔攒资料了吗？这，快说。说真话啊，要不然也炸。腾哥呀，腾哥，我可一个顶俩。何止何止何止，能说圆了就行。我妈、我姐、我媳妇儿。来问一个，问谁？我问大张伟。来，我问大老师，你最喜欢三个女演员是谁？人家真喜欢，真跟他好的，得是岁数比你小的。岁数比我小的贾玲啊，贾玲肯定我喜欢啊，这是第一个呀。哎呦，我可真是那么多人抢我，那我真累，让我一天天的。想想啊，有好多呢，那个邱淑贞，邱淑贞，岁数比你小的，岁数比我小的呀，小邱淑贞，小邱淑贞，小邱的，我喜欢的啊 ，Kitty， 哎呦。我坐在底下就像参与了一样。我们还是三个问题吧，好不好？从艾伦开始，来，小林，你说一下麻花三个你觉得演戏最好的男演员。沈腾、艾伦、常远，这叫问题吗？一共就来仨。玛丽，你说三个我比你长得好看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酒窝，我没有。腰，我没有。挑出来了吗？腿肚子。性格，我觉得贾玲性格特别好。地方性格好，这还不满足？夸我性格好。花花，说出三个你的理想型女艺人。王祖贤，蓝，哎，等等。王祖蓝，不是，哎，他叫王祖贤，王祖贤，对，王祖贤，朱茵，再来一个，哇，妈妈，哇，玛丽，说的妈妈就是我，好，你最讨厌你媳妇儿的三个地方。你最讨厌嫂子的三个地方是？胡可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还有五秒到达现场。就是太爱孩子，哎呀，太顾家，哎呀。漂亮，哎呦，活下来了。茂哥啊，您最欣赏最喜欢的三个女性的合作伙伴？最欣赏的是刘晓庆。刘晓庆，三个，还有两位。洪山我合作过，我很欣赏她。吴君梅合作过，我也很欣赏她。够了，要炸了，随意，随意，我随意啊，随意。
花花吧。贾玲，你最讨厌的三个男人是谁？沈腾。沈腾一个人就能顶三个名额。过来呀！好，快传递，快传递，一会儿就炸。哎，艾伦，你觉得你比那个沈腾强的三点？挑事儿啊，挑事儿啊！个儿高，脚大。再来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皱纹少。啊，阿丽，说出干什么？说出你男朋友三个。哦。哦 ，baby， 你最满意的地方。我也想知道。眼睛，嘴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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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